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oYo B，今天就是要来挑战最后一层王了。然后我们的装备当然也是花费了一番苦力，把它全我部全部升都是级。捡便宜来的。好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进入最后一场战争了，Go！不要再 K 笑了。好啦，哇塞，哇塞！哎，这关怎样好酷！哦，好酷？Final battle。！Fighting！完了完了，我先跑，他不断死装了。哦，什么东西爆炸啦？发现我在这边用射的就好了。但我弓箭好猛哦，我弓箭会有火诶。哎呦，为什么会爆炸啊？哦，走开！哎呦，原来你们那边有苦力怕哦。没有啊，有啊，我刚好看到苦力怕哎。我找到一个卡点了，好棒！他们也怪，不用理他。我看网络了。呼呼。等一下，太多怪，太多怪！这里怎么有一只怪来打我？怎么会哎、欸，是牛啊？你这么多只啊！哇，那个福利帕 carry 耶！你们为什么不找卡点站在里面就好了，就不会被怪打。这是这样，这太多怪啦！怪物暴走，走开！那个村庄装是自己人，不要乱打。全镇村庄。没有，我在用公社哦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哪有那些怪物也算转装好不好？你在搞？我强调全真。哦，这里怎么有蜈蚣在射我？原来上面一直有龙岩史莱姆打我。不是龙岩史莱姆，烈焰史。射你！哎、欸，我射到蓝月。还好吧，帮我换了。我点装了。还好我的点超棒，我的点真的是神棒。然后呢？终极大 boss 要出现了吗？没有，上面有个蜘蛛，怎么回事？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真是一般麻烦家伙。看来我要亲自受死，我亲自出手，有那么受死吧？就他哦，哎、欸，他全身转装哎，no，白，这边怎么会有蜈蚣啊？哦吼，上面啊，我在清了没？哦，这血好多。我主要打很久，反正我就按着滑鼠键就好了。走开！下载《精灵》啊，等我一下。那什么东西？他是不是在回复啊？还是这样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上面一堆蜈蚣，你们都没有人要打。哦吼！我是被蜈蚣射。为什么？我让他进来好了。你把他打进去，把他打进去。等下，蓝月，等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死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喂，把他们忘了。
你们的实力不错，相当厉害。刚刚热身终于完毕，战斗不如正式开始。哦，哎哎，问号，问号，没有人躲在里面打的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死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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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丢复活兔！好像我有带弓箭来，这丢死你呀、啊！不打！嘿，嘿！糟！哎，我快被烧死了，谁来救我？你在哪里？就在角落。你怎么躲在那？给你这个，给你两只好了。复活兔，哇！真的？到底有没有射到他、啊？应该有吧。哎、欸，他躲在那边很那个哎、欸。不会啊，这边有角落可以钻进去啊。不会。他都没有要射我的意思。哎、欸，复活兔，因为他一直在射我。哎、欸，对，你怎么满身都是箭啊？欸、他死了是烈焰使者出来掩护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烈焰使者，哦，你他妈，没有人这样子。哇！我打不到烈焰使者。哦，他的地图做的好厉害、欸。我打死啦，然后嘞？还有一只吧。另外一只在哪？没看到、啊。我不然叫鲑鱼啊。屁啦！没有啊。啊、哦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等一下，我在回来，我在回来啦。什么东西啦？我在回来，不要吵啦！我在量我的 size， 我买 cosplay 的东西、啊，不是我啦，别人送啦。等一下。嗨。没射到。出来出来出来。不打。不。我刚好射到那个苦力吧。这是要跳过去是吗？到了。哦，那我没说。哦，死没品的死没品、欸。怎么有按钮？来阴的，哪里有按钮？这里啊。快按啊！哪里？我按了。我怎么摔下去？哪里有按钮？我已经按了，然后它有出现什么吗？然后你们那边应该会有按钮，我们这边有按钮，没有啊？真的吗？哪里有按钮？没看到啊？啊，我看到那边有按钮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哎，杆子是要跳过去哦。哎，蓝月这边怎么跳啊？呜呼！哪边？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是啊，马的。哦，用色的、哦。有按了。这边有按钮。我跟他瞎忙这么久，还好公司没变。可是我的公司有限的。我的公司无限的。好了，我设了，我设按钮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。在这里。我也设了。我拿到飞上去。还是我射他，哎呦，他会飞上去呀、啊，酷！射一次，又来了、啊。嗨，我发现一个人打按钮，然后一个人射上面。啊，在射上面啊！快，我打按钮了。再来。OK。按钮在我这。不。耶、yeah, ！我射到。没有了，有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烈焰使者先打哦。再次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后面这你怎么没清啊，大姐？没看到哦，好多烈焰感。哦，没射到，没射到，再一次。在下面，我射。哎，在蓝月那边。哎，他死了，对不对？他死了吧？对，他就被骨灰块炸死了，也不需要我。没有弓了哎。我有弓。哦，我没有箭了。我去，他去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那边凋零了吧？他要变身了吗？哦、这个特效。学一下，学。哦哦，他要变身了，我需要更强大的力量。哦，这个画面都在动。嗯。只有九根。失明，我的天哪！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领主在咆哮。风，上面有一个中介之眼。哎呀！里面，里面，里面，里面哪里面啊？哦！哎，好痛！你们射错人，好痛啊！你为什么要走来这边？走来这边，我只会打到你。哎，这里不能用弓箭入室啊！可以吧？哦，白痴哦！我身上一根箭，给我一根箭，给我一根箭！哦，给你一根箭。他说为什么？哦吼！我死了，被超神回应。给我一根箭。我丢在地上了。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得捡。快帮我！不要拿弓了啦，拿剑比较实在。我快死了啦！叫兔子。好呗，走开走开，我叫兔子了。这是黑组哦，这什么？我没有兔子了，我没有兔子了。嗯，我没有兔子了。然后熊熊死了怎么办啊？哎呦，我现在卡哦，我现在卡在这边。我是要打多久？走开，走开！不要打我！他这是怎样？是打不死？我不是打，他是血很多，我打不死还是怎样？还是他有什么机关？我们要去启动。我来看一下。哎，有哎，这边有一个。等一下，熊熊，他我打不死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按钮哎。哪边？就是我现在灵魂状态没办法增加。什么？他在回血？我操，他在回血。蓝月的那个方向，蓝月，你现在不是在打这一只吗？对啊。你面对他的左手边，往左手边，这边有一个缝缝。左手边，你从左手边出去，往前走，对，那边有一个缝缝，围墙，好像里面不知道什么字，你明明就观察者，你明明就可以看到，我一到那边就被砍走了，是哦，这到底打不打得死啊？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打不打得死啊，我在那边砍很久嘞。好吧，我换个模式。他死了哎、欸。那不用我了、啊。你说这边有字吗？对啊，你看啊。我就是看不到才能看到吗？还有两个按钮。看不到字哦。你。哇，你还得传我走。我觉得那是过关才要按的吧，所以我要先去帮蓝月打这个白领。他会回血，他进去会回血。然后呢？不能把他打到岩浆里面。呼呼！哇！这
这网太难打了。木木，你快走！我刚卡的位置很好，我一直走他。测不到，测不到。苦力怕，哎，对，我有苦力怕炸弹。你看，我快召唤苦力怕砸他。你赶快砸他、啊。哎，大家去了，大哥。白色领主跟黑色领主。我已经杀死黑色领主。我操！我怎么要站我前面？好的，你们就一个在那个，一个在后退，就这样打、啊。别让他掉到岩浆里就好了。掉岩浆里。跟掉岩浆有关系吗？他会回血啊。哦，你刚刚掉下去了。明明是你的会急退，我的不会急退。妈、哦，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我要打他，我会死，我会扣血。哦。哎、欸，我在那边。好，就这样。你可以拿那个没有机会的。你先绕出来，先绕出来。绕出来。对，从这里。从这个方向打。打到前脚，对，中间脑啊，大气。然后蓝月再往右站一点点，站到那个。我不能站到外面，我会被弹出去。哦好，就这样。可是我明明我的镰刀明明就很痛，你不要往那边，你会击退。你就刚刚在你那边打就好了。好累哦。别把他打回去。不要这样。你先往前站一点，让屁股去勾住那个屁眼。奇怪，他是不会死的还是怎样？我刚刚那个黑色打超久的哦。还是你去逛一下附近。没有，他会死，你看死了，只是要打超久。什么？这哪会输给你了？熊熊复活，然后凋零王要出现喽。应该不会有凋零王吧？嗯，我记得他的宣传影片就是最后感觉就是有看到凋零王，是假的？也不是最后，就是要打凋零王，所以一定要打凋零王。真是一个没有用的领主。完了，听起来就很靠背。这场战斗真无聊。喂，等一下，他还这么多王啊？绿岩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你看墙壁上有很多颜色。我现在想尿尿啦，怎么办？不准尿啦，尿怎么尿啊？先尿尿。欸，我们一场王打快20分钟欸，要掉、喔，果然把它弄成特级，就是全掉。我快被死的白痴。所以，勇者，你们别开心的太早。你们将会为今天所做的好事付出代价、啊。我们下一次在异界见面吧，到时候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。所以下一次的魔王就是这四只魔王了啊、哦！完蛋！哎、欸，凋零王，等一下，凋零怪！哈哈哈！别啊，这打得赢！对啊，哦，那只能靠我跟熊熊了吗？哎，他一直靠飞啊，能打、欸？就乱射、哦！他怎么在这里？他卡在那，很好射。没有，因为我在他底下。哦。掉下来了。哦，很痛。哎、欸，死了，死一只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回去，返回村庄。快，我快烧死了！我操！然后嘞？成功从异界之塔40。
返回村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被卡在一个洞里面啊？然后呢？哦吼！然后呢？结束了？结束了？怎么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该不会还有通缉龙吧？勇者们成功阻止异界之塔领主的侵袭，村庄附近邪恶的气息慢慢消散，村民再次恢复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他们都为此事感到非常高兴，并感谢勇者们的帮忙，因此他们决定举行烟火大会来庆祝一番。感谢飞天小女警们又再次保护了小镇村的村民。感谢各位的游玩，地图到此完结，恭喜各位成功挑战异界之塔，地图博物馆已开放，现在可以到森林乐园来参观全地图咯。森林乐园在哪里？不知道了。这个吧，森林乐园这个吧。哦，旅馆开启了，旅馆还没开启。这旅馆什么时候会开啊？真的不知道。我们都不会开的。OK， 这张地图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烟鹅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订阅或喜欢，谢谢。不要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